由介寿国中教务主任郑义放主持，台北市各国中教师代表和救国团总团部的代表等30多人出席。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管理处长洪文波在座谈会开始，首先举行了一项简报，说明今年公园规划的内容。活动的项目包括文教、体能、战斗、科技、康乐、水上和野营等项。与会人员在听取简报以后，纷纷地提出建议、构想，并且交换了意见。